心有老把塞一帮的扎鸡你当来我现在要来替所有十条民点一条歌叫做梦里扎鸡梦里扎鸡哇这条老师来我现在也在请老师来请真的气味这么好来破声打着老师，足侪年不爱唱《梦里沙龟》，什么原因是啥物？原因吼，我相信讲，大概大部分的人拢知影。是，因为迄阵啊，我先生是将军呢，空军的将军呢，就是因为退休了后，伊足很保守啦，足保守，拢不爱出去外口。哦，很多人都爱出来的，变成讲一个人哦，他是我的老师。就是伊的关系，我才教学生在多功能的对。是。就是伊种个点点都在厝内，拢不爱听动，拢不爱个。啊，个人有出去外口去运动，每天都有去运动完的。啊，我唔知讲伊在脑筋上失智的对。哦，失智。嘿，啊，我去教学生等下中，你我在不在家，我媳妇帮我看。我等下中，我先生已经去运动去运动啊。嗯，那五点我那也未等啊，结果是胖见啦。就是等于讲。走失了，走失了。啊，我们家就好像我们家被对多等了，一起活动，我们家被对多等，忘记回家的路了。哦，我还知道老师讲，报纸、电台、电视、广播，吼，拢吹，嗯，吹拢无了，吹拢无。啊，不呀嘞。哦，迄阵足艰苦，结果一年半以后，啊，人家甲一个有一个咱一个迄个新店一个警察讲。奇怪嘞，别人咧找人，找人就找到，按怎记录下咧找人，那找人袂到。结果就很用心帮我看，有一个迄落，甲人讲很觉得很奇怪，因为有一个天珠啦，放在伊个身上，哎、哦，啊、看了伊个天珠，就是看了伊天珠，哎，这是啥物？原来就是我先生已经走失了，那个迄落山坎，上车穿在山坎内底，啊，伊个要报人唔敢讲，伊歪不想。我爱讲你阿代志的，对，伊讲叫我唔好讲，但是我甲恁头讲，迄就是讲你专门咧出油草，
输油草的人，我班油草的人，嘿，看到我，哎呀，那下一个迄落，一个迄落，迄落骨灰骨骨头掉啦，啊，然后到尾啊，去甲往阮囝的 DNA 去甲调到百分之九十多少，啊，就是这样。哦，你知道我切到迄个中间的我吼，会使讲一生的中间唔捌遐尼艰苦。是，最主要紧，我跟我先生两个夫妻很好。有迄个电视的记者来阮家甲访问，伊讲，迄个季老师，你会使唱这帮你炸鬼？哦，拜托的，我勒心肝痛啊，要死，佮叫我唱嘛？我若唱帮你，我勒三不杂啵。真的是。所以迄几年拢无去唱这首歌。哇，从来不唱这首歌，一直到找到已经吹掉啊。对对对。经过偌久才吹掉？一年半。哦，一年半。